居家一周三练计划，第三练肩加手臂，适合溜肩以及掰掰肉突出的姐妹。第一步，先热身，双手平行地面往外画圈圈的感觉，这个可以活动开我们的肩关节。第二步，大小臂90度向下做一个招财猫的姿势，这个可以激活外旋肌群。热身和激活都非常重要，大家不要忽略。第一个动作，阿诺德推肩，大小臂抬到90度，双手并拢，呼气打开向上推，前期可以重量小一点，先找感觉，这个对肩中束刺激非常强。接下来做一个站姿侧平举，身体微微俯身前倾，呼气将哑铃往侧面打开，这个最高抬到大臂平行地面，不能再高了。第三个动作，前平举，这个应该是这里面最容易找到感觉的了，哑铃放在大腿前侧，抬到手臂平行地面。接下来开始练手臂，第一个动作，俯身哑铃臂屈伸，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收紧我们的掰掰肉，俯身75度，大臂保持不动，做一个肘伸直，去感受我们的掰掰肉在发力。第二个动作，颈后哑铃臂屈伸，手臂贴近脑袋，呼气将哑铃推到头顶上方，全程去保持身体的稳定。好了，今天的5个动作已经完成，姐妹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